红山在鬼数日，就是超出来一线火骨仙之术。如果个侬是故意挑起超出来一线火之仙，目的为何？是希望个献火之手杀了超出来，用以速。提摩吉利就会团结偏火体来，偏火是魔，是火灵可生在提摩吉利。即如果偏火不灵，那提摩吉利团形中空又是如何？如果偏火真正得救提摩吉利，对俺容易就算有何利益？无论怎样想，这拢是对因无好处的行为，血浆。火流是人族可以抵达的所在。当初四荒山大战，人族是惊落落，并未将此火进入。苏雄。诸侯兵患必遂，是猕猴之流，绵延千里，在及吉冈，在东南角出海，沿途利益不少生民。数个月前，苏洪山发生一场激烈镇压，听说当时阿比顺动心灭，便是驻扎在此地抵抗来袭的人族大军，但因无料到。连续却是将陆路进犯，以铁军为夹攻，击溃了摩西大军，杀得死心贴骨，血流英河。往事不忘，英灵犹存，现在心地舒处，何司令感受到那场大战的壮阔激烈，抒发杀伐之声悠闲在耳。在下阿卡巴尼新诺斯基。花先生英姿纵容，气度不凡，请问先生大名？原来是西剑流军师巧武信之介，大名如雷贯耳，在下高鸿礼，来自东北之地。摩西之乱时，避疫访我，听闻摩诃意志出外游历，先生真是风阿弟。听先生言语，素有感慨。见乱不济，心灵多叹，怎能不感慨呢？先生多是乡村必修，多情之人。哈，请和我高鸿礼便是，即是有缘，结伴同行如何？这，原来的娇娇恰武先生，是在下懂得了。我这回书先行恰吧。一路走来，乔先生左右点望，是在观察什么吗？游山玩水不就是艺术？虽然游山玩水，但可不见乔先生留步驻足，未免心不在焉。哈哈，其实阿卡巴尼来此，确实已不再浏览山宫水色，只是观察地形。观察地形，莫非四荒山还要再行进呀？也是吧。如今火干清平，又为何要再行夺兵？莫非是来自标疆的威胁？清明独立，仁义相承，要理念不同，冲突不止；要野心不不自卑，以夺不归。战争由何阵停止过？战争有大有小，大至两国之争。小至以武论决，当中差别甚大。乔先生的意思
是大精或者小精，不低呀、啊！恰有神情要不低之事，浪费信任，怎可能无所不晓？恰因不低，所以杂谈。所以恰有神情是认为苏洪山将出大事，因此特地前来观察地形，为大战做准备。但苏洪山外一片冰潭，无屈服之地，也无险可守。要战，也是能在苏洪山内作战。当初联军与魔军在此决战，不就是替军为死守苏洪山，忍受联军将我夹击吗？原来先生也通晓兵法。寒夏时弱冠兵力消磨时功，不过是纸上谈兵之辈，万文龙虎偏丢了。是呀、啊，离开了苏洪山，便无可守之地，但也无白服之所。丢了，洪财人讲了什么？先生虽我无心浏览皇宫，但是咱离开必水之后不久，罗谷花殿当中有一株罕见的卧蚕花，再行三里，弯腰到一片梅林。先生你也施着无度，先生的游山玩水，真是醉翁之意。哈，都是我大意了。哪一方面的大意？当然是走得太急，忘了流连驻足。是真大意，也是假大意？大意要真假之分。对一般人之言，无；对某部分的人之言，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，乃是常态。恰有先生的弦外之音，响彻云霄啊！百家争端，唯有自己聆听。你讲是吗？安王阁下。巧物果然非常人呀！巧如来选择者最为苏洪山的战场，就是考虑到可能遭受的伏击。既然离开苏洪山便无败伏之地，巧物先生又何必担忧？您的目的，衰了，有时就失去趣味了。你既先手，那想我也该扳回一下。怎样扳回？存心刺探，恰有出手兵攻，俺王随即回击。加深，剑刀划破平原，交响无奈之间，平量六千之当。呀！啊！速克救敌，万王求心退开，一两袖。一袖快意相连，威力万钧。继续。吴国的特产断魂酒，一定吸收人的功力。在一瞬爆发使用，在吴国，能取中三粒断魂酒，就算是绝顶高手了。不考虑现实底牌，才
爱书将我击杀，我不想伤及无辜，我可是超如来最大的作孽，是你不为也是不灵。哈，我想恰武先生也未在中原久留，出冤枉的人一定会讲两句话。第一句是我什么时阵会回来，第二句就是再见。安龙，一命将，劈潭应月下。射鸟高峰，哈！